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这一下、哦，我这碗的时候卡一声，然后我以为死了，我以为这个松掉了，然后我就不敢跟他讲，我全手冒汗，然后一直是慢慢踩回去，然后回来以后只是那个锁是碰到一下一个声音，我以为是整个锁松掉了，我吓死我。然后你一转头发现他不在这儿了。在哪里？哇！哎呦！所以你们都没有到那边的。腿软的，好累，腿软了。强，感受怎么样？我现在不敢动，现在不敢动，很慌，也很勇敢的。摸摸醒，我是非常恐高的，他太贱，每次都强迫我去做那个东西。千桦姐，十年来有很多这样美好的回忆吧？非常多。哦，我求婚的时候也是带他去玩这个，很可怕的。我的天，最颠的那个，这垂直这样子冲下去的。你是这样子中途来求婚的吗？中途跳下去，太吓人。他跟他求婚，我还以为在过山车上说说假不假，我竟然不让你下去。因为他那个好夸张的那个是突然这样子，然后再抖回去，然后我的头就这样子晕了，因为我撞到嘛。然后他突然跟我说，那也就让我照顾你了。然后结果隔两天我们就开车去结婚了。我说你看你多不会照顾自己，让我来照顾你吧。什么还不会照顾自己？不是你把他带上过山车的吗？也许丁先生就是在不停创造要照顾你的感觉。你看他那个锁链感觉到有掉，他都不敢跟你说，在那个时刻他都很照顾你。哇，那个生死关头啊，到达。哦，那个时候千桦肯定能够踩过去了，拼命踩。我跟八宝碗。待在这里。佢话我要同你玩多次咁样啊？要啊！好了啊，小时候就是你带着我，现在就我带着他了。说好了吧？说好了。好，出发 ，Danny。哇，真是真啊！厉害。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哇，还有点感人呢。对呀、啊。哦。只有妈妈好。哦。哇，我们好久没有骑单车，但是。一骑就骑这个单车，呜呼，呜，哈哈哈哈哈哈，呜，呜。在嘞！哎！哎！呜！呜！我觉得丁先生那时候完全没有在想着骑车，他完全沉浸在跟他爸爸背靠背的那个对感觉。哇！确实不错。还要自己烤，5块钱一串，5块钱一串。
找个码，五块钱一串啊。来，五块钱一串，五块钱一串。哎，真生意啊！另外四块，四块。你们两个路边摊，这其实不太好烤的，能烤好吃挺厉害的。喂，谁来？谁来这碗？行行行 ，Daddy。要不要喝茶？要不要喝茶？五块一杯，五块一杯。这是一帮生意人。哇，你烧烧着咗啲竹丝嘛？喂，唔使唔使咁。哎呦，好。你擦了吧？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呜。太香了，好点。好乖。人海情深呼吸。嘉妮有一个天后级别的歌手，真的太棒了。今天的眼睛里有小星星。哇，全部都一起来，好帅。好欢乐，欢乐！哎，够了，谢谢。我们感觉也参加了这个 party， 好开心。嗯，这一次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跟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一起去过一个三天两夜的旅行。那我就想，还有一个事情想，很谢谢 Daddy， 因为我爸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人，那如果叫到一个上节目，我觉得是对他来讲是挺挑战。他心里面是肯定是很疼我，所以他才会参加这个节目。今天我一起度过所有的旅行，我是跟你相处这42年来啊，我是跟你单独相处最长的一个时间。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哎 ，Daddy， 我帮你帮你帮，咁呢个就你中意踩。哇，我们好久没有骑单车。我觉得那个时间是我觉得最长的，不是用时间去衡量，是我跟他一起的时候的滋养，这个是很重要。所以 ，Daddy， 谢谢你。还有最后，我要再谢谢我老婆。不是每一个女孩子或者老婆，都可以跟所有的我的亲戚或者我的家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家人。我所有家人，大家都是用那个爱去对着你们，因为他爱我。所以他一样会爱我的家人，也要谢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机会跟我老婆有一个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相处。我们两个都有时候很忙，忙到都要忙家里的事，要忙儿子的事，忙工作的事情，根本都没有质量的相处。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可以娶到她，真的，我真的非常幸运。那我觉得这个节目也给我机会，可以让我跟青桦可以有时候讲一些心里面很久没有说过的一些话。所以在这里要谢谢我老婆 ，Thank you。是吧？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
好，那不要什么？放你讲。好，这个舞台交给你。没有，其实我今天是真的，这个旅程是挺特别的，感谢每一个家人。然后呢，在这个剧组里面呢，我就很 surprise。因为从一个好像不知道家里面事情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大厨，我感觉到其实不是你突然学到，只是我看错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做家务的男人不是他是小男人，而是因为他很爱家庭，他很懂照顾家庭，才会变成一个做家务的人。家务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我跟你说，走到现在我这个阶段，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我工作上得到任何东西，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我有家庭，这个是一辈子的事业。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每个家人，我爸爸、我妈妈、我孩子、我老公、我所有的家人都是健康快乐，那个就是我这辈子在世界上面我应该要坚持的。我一直担心，哎呀，万一我完成我的工任务，我离开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如果我先走了怎么办？你怎么照顾自己？那今天我很踏实，完了我很安乐，因为他很会照顾自己。所以他肯定可以照顾好所有东西。做家务的意义是一辈子的责任的感觉，所以现在就很安乐了。谢谢。哇，好漂亮啊这里！走走吧。辣椒炒豬肉啊！哇，勁嘢啊！哇，好腥啊真係！哇，好核突啊！應該很乾淨了吧？好乾淨。你現在在幹嘛啦？我現在要做一個手杖給我兒子。好兄弟，好兄弟。都把我们弄哭了。好，欢迎大家收看《做家务男人》这一季的节目，到此结束啊！大结局了。你要那么甜蜜，我们应该开心才是，一个个在那哭。因为你带入了。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担心很多未来的事情，然后那个是大家要面对的。正常来讲哦，我跟那两个人也不会聊到这么深，但是到那个气氛的时候又想讲一下，就跟他们坦白一下，讲一下心里面的东西。其实那种感觉挺奇怪的，你明明知道那个是有很多机器在对着你，但是我不晓得啥来的勇气，你会就会说那些话，平常你都不会说的。也许是我们一直想讲的，只是没有机会讲。会有这个感觉，对。就是每个人表达的勇气都很不一样吧。你刚才也在那个擦眼泪，你的泪点在哪？我因为其实我最近是一直憋着不哭，然后我听到千花姐说的那句话，她说我有可能会先离开你。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照顾自己，然后让我就有点憋不住了。像千花说的那一番话也是我的心里话。还有之前的他们的互动，看出他们俩的那种温暖，那种爱的，就互相的那种感觉，真的。对呀，
我是千话说的，说我一直以为你怎么样，但是我发现我错了，我看错你了。因为我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说哇，原来你还可以改变，但他说的是其实是我看错了。对对对对，我也这个点。哇，每个人感动的点真的不一样。你呢？对啊，我感动点只有两个字，兄弟。这是一个笑点好吗？不不不，你只能听到这里面的笑点，这里面的泪点真的太丰富了。我最容易被婚姻里的那种义气感动。我觉得真的结婚就是要讲义气，就到最后是要靠这个的，对吗？是的是的。挺好，吵架是没义气的，你知道吗？OK 啊，这个好，来我们继续吧。谁呀？我呀！他妈也这么年轻的吗？你们这么多闺蜜，我的好闺蜜。好美哦，你穿的真的好美，我为了见你，太美了吧。不是，我就是为了你的最喜欢的小发发呀。天哪，你脱好了没有？没有，我等你脱好了我才拥抱你。不你看看我，天哪，这是我的最爱。我哇，今天中午海鲜大餐吗？对呀、啊，带带走。不是，是我们两个完全什么都不需要做吗？你们是这意思吗？你们要不带走我一起？算了，你帮忙爹爹吧。我今天的菜，我着实有点不太想碰，太可怕了。这样，带带，我来洗这个，然后你来做那个，这样我们快一点。脚在抖吗？活的哈。你闻闻。就是牙刷呗。牙刷。这样刷吗？你拿着。手都不抓它。你切你的吧。你怎么干净？可是我，哎呀，就是活着冻着有点难受，你知道吗？没事，你 feel 不到它的，可以吗？耶，可以吗？冲凉，这爪的地方特别容易，它的爪特别脏的。Mickey 宝，我觉得咱俩这餐饭应该到晚上6点钟差不多能吃上。差不多，嗯。你真的是，走。哇！激起了斗志，太好笑了，门霸有斗志了。耶、yeah. ，好。OK。对不起，直接盖住，是不是该弄它了？八爪鱼吧，这个有拿盐呢。我真的不敢碰活啊！哎呦，这个真的有点怕呀，太恶心了。带带他在逃出去。等等等等，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手感？拿起来他会盘全部吸到你手上那种。厉害呀！哎呀！
太好笑了。他要不冲一下？啊！你习惯了已经，你习惯了。No。这个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讨厌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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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你啊哦，起鸡皮疙瘩，真的，这个太难弄了，这个难度太高了。这个八爪鱼太恶心了。不动不动。那个猪大肠比起它的 ，anytime， 猪大肠。哇，哎呀，太美了。这个蓝天白云，美的。哎呀，这小脚背儿，这不愧童子功。我跟你说，这小脚背儿，哇，嗯，哇，这干嘛？简直了！我跟你说，就绝了。哦，都是跳舞的，对，都是跳舞的，都是跳舞。哎呀呀，你现在咬它的什么？你得咬垫子。哦哦。哎，你们俩好像忽然很安静啊！哎，感觉有点默契了，现在。哎，有点默契的感觉啊。这个八爪鱼太恶心了。这八爪鱼粘着戴在手套。I am sorry.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一分钟了。No！ 声音。天哪！哎呀，这里面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不能看。来吧。等一下。我是很满意。嗯，闻着很不错，很香。嗯。好。闻着还不错哎，龙虾拌面，可以了吧？我觉得。哦。Oh my god， 漂亮吗？这个要拍照才行。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哇！来，欢迎欢迎爸爸，欢迎干妈来。哇，哎，这个从时间上来讲，真的是效率蛮高的。嗯，还行哈。对，现在我就要尝一尝第一口我最想吃的东西。你尝吧，不要往那边看着，往那边。我会忍住的，你放心啊。好咸吗？喜欢吃章鱼干嘛？装模作样。耶，你开始耶。Amazing。辣辣的，真的好吃啊。嗯，还可以啊，比我想象中有点魅力。啊，天哪，这个。不是很硬，像胶皮一样的。就是因为新豪学了一分钟。天才。哇，这个蟹真的是很棒。嗯，太甜了，鲜美味了。看得我超饿。这味道简直是啊！给你点赞。点赞。嗯，真的，你们两个人很棒。这两道菜那么难，龙虾跟这个，嗯，多难做呀。嗯，龙虾也好好吃啊，好吃吧？嗯，好鲜。龙虾也能那么简单，这会儿不害怕了？
现在已经从他的嘴里说简单。你是不是做了一餐两餐以后，那个信心大涨 ？Yes。觉得做什么都 so easy。他是要学什么，他就非常认真的这个人。再怎么不喜欢，什么大肠都那么难闻，他都忍着这样子的，这就是他。原来煮东西不是那么困难的，是乱来就可以。你是不是开始对那个？对克克有点兴趣了，开始。啊，我开始有了，我开始有了。那下次我要再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点菜？可以，没问题。呀，嗯，那我的要求很多，要有前菜，要有 dessert， 要有 cheesecake， 可以。提拉米苏，对，甜点都要要的。可以啊，对，我一个人打电话。就打包回来就行。可以啊，对啊，我就行。你今天下午干嘛？他干嘛去你们家看看呢？整理你的衣橱。弟弟，或者你跟我们一起去。你们看我干干活啊。弟弟，你要跟我去姐姐家吗？走。拜，弟弟。拜。主动找找我，眼里边有点光。哈哈哈哈哈哈。可以，爸爸成长嘞。你看我房间，哇，这个衣橱太多了，变成了一幅度的地方。哇，天哪，天哪，还蛮整齐的，每一个柜子里都是衣服。天哪，这一大纸箱，我是看不了衣服乱堆的。Oh my god！ 这些衣服是不是清理清理可以？可以。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你把你不要的衣服清理出来，彻底拿走，给你腾空。我舍不得。对啊，那我们就清理吧。找一个空箱子，空箱子往里清就行。我也是很舍不得扔衣服。我很舍不得，就算经常不穿，但真的要扔，有点舍不得。我觉得一定会堆堆堆，我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衣服都还在。其实这些都是很新的衣服，这个很早期了吧？这件还蛮漂亮的，这个太浮夸了吧？我好喜欢这条裙子，捐出去。哦，天哪，都要跟他们 say goodbye 了。有些适合我的，给我留下来，不是很浮夸大的。这个你可以穿，比较复古的。我看看，这里可以穿，小一点的。就小的我放在边上，对对，你能穿的放边上。这一件呢？他们开始逛街了。本来是帮我收拾衣服，结果变成逛我店。哎，我妈会来拿我的衣服穿哎。我妈也会啊。我妈也会。我老公还会拿我的衣服穿的。我儿子穿我的。怎么家里都有这样的个人？对，怎么都这样？我要爆料，周先生还抢他女儿的包。啊？什么？抢他女儿包？我小朋友的那种包，挂包，小挂包，就一个小星星这种圆的。但是我老公觉得他特别适合，就挂在脖子上，装那个房卡和那个车钥匙刚刚好。他把他女儿的包给拿走，在他女儿只有两岁多的时候。那他好可爱啊，太可爱了。我觉得这个也好，这个家庭里面内部就循环起来了，流通起来。对，你也得搞一套，我们俩一起穿。好，我一个人我搞不起来，快搞。这个太复古了，这件太复古了。哦，你可以，你穿，嗯。
没有人在收拾啊。你这是冷笑，这是冷笑。Miki， Music， CC， 你看 Miki 已经傻了，走。哇！天哪！下一位女士上床。哎，咱俩回到18岁了，这不是吗？对呀、啊。我们俩就随时搞得像个 twins 一样。这完全 disco 的感觉。喜喜，我们两个出道吗？可以。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回到在真的回到舞台的感觉。去吧，妈妈们。喜喜。再换一套，再换一套，再换一套。好，再找一套。哇呀，好期待啊！哦吼 ！Oh my god！ 这眼神杀。我在想你们年轻的时候，像我这么大的时候，精力得多旺盛啊！来，搞一个来，现在可以搞了。搞一个，搞一个，来，一二。哇！我的天啊！像个啥嘞？来，我们俩姐妹花。哇！哇！现在都这么轻松，天哪！哇！我这辈子都做不到。哇，真的可以啊！我都下不了了。你看我们俩就是随时随地。哇！啊！哇！你们的脚蹦得好厉害啊！对，脚蹦得好漂亮。哎，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回到20、30年前。真的。哇！哎，咱俩回到18岁了，这不是吗？对呀、啊。好美啊！回到舞台的感觉，我觉得太好了。好感动啊！我们今天重新擦出了火花。80多岁，咱们也一样可以做一个 girl。太帅了，好开心呢！所以人生还是得有一好朋友，陪你一起成长。不是有很多，但是只有真心的人一起就一直陪伴着我。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朋友越是这种亲密吧，因为大家互相懂对方，就是这个距离感大家都是把握得特别好。这种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俩为什么可以走到这么久，就是因为可能并不是说哎呀就是整天是这样的。大家互相给一个空间跟距离，人需要有那个能让你完全放下所有的防备去做自己的朋友，最舒服的。人太需要有朋友了，是不？一定要，真的。是的。男人会在什么时候需要朋友？什么时候都需要。男人什么时候都需要朋友，就没什么正事可以天天在一块儿待着，而且天天可以重复干一样的事儿。我觉得尤其是结婚以后，你肯定要自己的空间，就有自己的朋友。所以丁先生有很好的朋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几个朋友都是15岁到现在，一些11岁。那你会希望太太认识你的这帮？有，我全都介绍给他认识的。这样子是回家最舒服，都不要再问我刚才去哪里了，我就把我所有朋友介绍给他认识，因为我要设法令到你一个问题都问不到我。我是特别舍不得今天这一期的结束，因为今天这一期的结束就代表着丁子高先生在做家务的男人的旅程就结束了。嗯，他自己走了吗？
就还有。我还要继续做家务吗？换了一个嘉宾，吓死我了！整这么感动，说换一个，搞什么鬼啊？他们要我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挺担心的。啊，什么做家务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他不做，就我要做，那怎么样？但是出来的意义就是说，他整个节目是要带出来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不只是夫妻，可能刚刚看到家庭、父母、朋友、闺蜜，怎么都好，就是两性关系上面那种相处都是一种照顾，一种爱吧。就是最感动是他跟爸爸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将来他对儿子的一种看法或者是沟通，所以这个应该你要就是感谢你自己吧。哦，当然，但我感谢节目组，感谢节目组就可以有这样安排。毕业了，毕业了，所以我们今天有给准备一个毕业的证书。哇，还有毕业的证书啊！让我们请你来宣读一下。哇，那么严重啊！那么严重。停止。停止！停止！好，我来没拐带啊，我跪下了。哇，那个字好多哎！严谨的丁子高同学，您好，恭喜你在2021年年度爱奇艺自制综艺《做家务的男人》第三季所有家务培训过程中收满学分，顺利毕业。毕怎么说？毕业，顺利毕业。同时，嗨，鉴于你在和老爸搞好关系，特授予你家务男幼兽毕业生的称号。众望所归，你是我们心目中最帅的代长丁先生。大长丁先生，谢谢。你先拿着你的证书，同学。好，谢谢。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我真的没有了，我没想过自己能，首先真的没想过自己会煮饭，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我现在觉得是我挺有天分的，又来。但是呢，我没有想过要在这个方向再发展下去。没有，开玩笑啦。但是反正我肯定每一次煮一顿饭出来的时候，都是你的回忆。是，真的特别感谢你们能够来做家务的男人，好舍不得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高兴认识你们，太棒了。好，那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真的是要跟杨千嬅和丁子高先生这一组的家庭说拜拜了。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会有一个新的家庭组加入到我们当中。那下一期节目出场的会是哪一组家庭呢？我们下期节目为你揭晓。拜拜，拜拜。本节目由斑马 APP 独家冠名，学思维，学英语，学阅读，3到8岁上斑马。上唯品会买超值好物，过品质生活。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哎，真男人来了！不是说不让吃吗？什么？刚刚不是说健健康康吗？打脸现场！我的妈呀，太多了吧也！你浪费了。68减60等于多少？这个其实也不对，因为还没起呢，大家都在等他是吗？嗯。谁洗碗？有人管了啊。Hello， 这就是李诞托我们带的礼物。这是什么？谢谢，谢谢光临，失去信心了。哎，这手感是真的丝滑，不滑。
可能五个人都要干点什么。他开始操纵了啊。那我们有一个奖励机制吗？躺着。来吧，我们抽签了。崩溃了。尽全力了。哦，你中一箭靶心。救命救命救命，你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哎，别别别别，你别上来。哈哈哈哈，你别上来。电视大屏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来随客 APP 参与同款打卡赛赢奖金，更多节目花絮等你发现，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爱奇艺挑战家务男同款小游戏，做家务也可以很简单，下载爱奇艺泡泡 APP 解锁更多爆笑日常，快乐家务，快乐追星，明星玩家已就位，等你一起来 play 看明星玩家玩明星同款，奇遇 VR 躺着看剧目电影，还能玩游戏，做家务的必备神器。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做家务的男人同款表情，上微博搜索做家务的男人，分享你的家务观，为喜爱的嘉宾助力。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做家务的男人，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下载 Zucker 节目客户端看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快乐下厨乐享生活，更多美食尽在下厨房 APP， 百度搜索做家务的男人看更多内容，来新浪新闻客户端看新浪热榜更多精彩内容，来网易新闻关注视频频道超级 IPG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宋妍霏语音包已上线百度地图，只需录制九句话即可拥有专属语音包。感谢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华网客户端、新京报国际在线、中国网娱乐、南方网娱乐、中华网娱乐、粉丝网、热点文娱、中国娱乐网、中国综艺网、中华娱乐网、北京文娱网、中国娱乐报道、大众文娱网、全球娱乐风尚、中国时尚网、快手、快手综艺、快手娱乐、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凤凰网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知乎、今日头条、Zucker、一点资讯、百度娱乐、猫眼娱乐、搜狗娱乐、网易号、百度百科、百度地图、下厨房、天翼视讯、智联招聘、中华万年历、实习生、超级星饭团、想见你、娱乐盒子、亲家、爱豆、巨桃。至于全国娱乐娱乐爷鱼罐头德川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